然对你吓死我了。怎么样？我们在等你回来，想测试一下这个磁悬浮装置。安顿，关欣欣、长顺、胡四他们还在审讯室待着呢，还有关宏建，您看。不着急，再晾他们一会儿，开始吧。你们从哪儿找到这个的？少杰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拿点东西。刚才我路过审讯室的时候，看见胡四、长顺和关欣欣都在里面呢，怎么回事？安队收到线人的消息，找到胡四的窝，我们就拔起萝卜带着泥，一锅烩全端了。有行动啊？为什么不叫我呀？哦。哎，当时你人都走了，而且当时情况紧急，安队就没让人通知你，也是想让你多休息会儿吧。哦。黄维。这东西真能浮起来个成人啊？如果那个人穿着特制的磁力衣的话，悬浮效果是可以实现的。怪不得关键堂尸体上没有发现任何被绑的痕迹，难道他真的穿了磁力衣？那还是说不通啊。可惜我们在他家没有搜到磁力衣，应该是被销毁了。安队。朱远。分析结果出来了。你们从现场洗手池下水管道处提取的样本里的确含有少量碳灰，而且和案发现场的木炭成分一致。谢谢啊。案发现场的药瓶上也只有廖凤琴一个人的指纹。那他就是自杀的。那他买的意外保险怎么解释呢？是啊。王聪，关宏建那边怎么样了？还是跟之前一样，对所有的指控都矢口否认。从他家摄像头拷贝的监控视频里有什么发现吗？我和方月都看过好几遍了，暂时没什么发现。安顿，都好几个小时了，你没把胡子他们给忘了吧？晾得差不多了，你跟我去吧。哦。你们三个为什么会在一起？碰巧了。找他修车。你们什么关系啊？不知道。关欣欣是我侄女。她是我四叔。资料上关欣堂没有兄弟，你哪来的四叔？她是我妈之前的朋友，见过几次。那应该叫舅。后备箱那个沙发凳是谁从关欣堂的案发现场调换出来的？不知道。说什么呢？什么沙发凳？什么什么现场？说什么呢？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车上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车上。你为什么抓我和长顺？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就凭命案的重要证物出现在你的车上，你就有义务配合调查。我是真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就给我侄女修个车，就让你们也关到这儿了。你们管这些王法吗？啊，就这个。最近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少姐，听说安队那边不太顺利啊。你说有没有可能这红衣女人是关宏建假扮的，磁悬浮沙发凳是关欣欣准备的，他们兄妹俩相互配合把案子给做下了。那他们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？如果说杀关景堂是因为家暴，那杀张丽梅呢？是啊。哎，当初张丽梅受伤住院的时候，他们俩去看我过，看起来跟她的关系非常不错。你别忘了前面还有个董小慧呢。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，除了等待磁悬浮装置上的指纹对比，最好是找到更有力的证据。尚姐，
对关欣欣住处的搜查令下来了，安队要我叫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头，你看，头，这两袋里装的应该是案发当晚消失那300万。哎，想不到这关心心还挺复古的，这个时代应该没什么人用这种老式随身听了吧？这并不复古，相反它很廉价。真正的发烧友是不会收藏这种电子垃圾的。找磁带。这话不太对。有修补的痕迹。听录音看来，是关建堂以为家里没人，就把董小慧带到家里偷情，结果被李淑华撞见。几个人在争执的过程中，关敬堂和董小慧误杀了李淑华，而张丽梅是帮凶。三个人合伙用行李箱把李淑华的尸体运到野外掩埋。有了这盘磁带，那关宏建和关清心的作案动机就很明显了。是啊，而且常顺说过，案发前不久关敬堂和张丽梅吵过架，没多久关敬堂就给张丽梅取了钱，他果然是有把柄在手啊，这一下就都解释得通了。可是常顺的笔录里，他说他亲眼看到过关敬堂烧了一盘磁带的，这个磁带有明显被拼接过的痕迹。别忘了，当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，就是关欣欣。张丽梅不会轻易的把底牌交出，关敬堂销毁又被关欣欣拿回去的是复制版，原版还在张丽梅手里。安队，我这就去。等等，我再给你提个醒，张丽梅的娘家还有一套房子。绝对不可能，你们在骗我。他这个反应一定是装出来的。说说吧。说什么？你的杀人过程。我都说了不是我，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怎么了？啊，对，找到了，在张丽梅家的那个老房子，果然有很多磁带，其中一盘明显刚被人动过，跟关欣欣画室找到的那盘磁带内容一样。辛苦了，回来吃宵夜。我再给你点时间。在这三起案子中，几个受害人之间联系都很清晰了。既然磁带是在关欣欣画室找到的，那就说明他很早就听过了。为了报仇，他有这个作案动机。那关宏建不也是一样？他的作案动机也很明显。之前他在看磁带的时候，我就说他这个反应肯定是假的。他早就知道当时的真相了。还有，关欣欣的电脑里存放着医院张丽梅病房门口的监控视频。从监控视频内容看，张丽梅住院后不久，他就开始了监视。那这样很多事情就解释得清楚了。关欣欣为什么要监视张丽梅？为什么要拿走关敬堂现场死亡的重要证据？一切都是为了关宏建。嗯，对对对，他们兄妹俩是联合起来做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关宏建为什么要假扮女人多此一举呢？而且那套衣服真的很特别，像是80-90年代的款式。虽然感觉很特别，总感觉在哪儿见过。不会电视剧看多了吧？那是最近电视剧挺多的。哎，安队，吃这么快干嘛？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没什么新鲜的，不想说了。牙签呢？啊，前两天就用完了。那行吧，我回办公室了。安队，你拿回来一起用一下。赶紧吃啊，晚上还得加班呢。好。哇，你们在哪儿找到这个的？上姐，
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拿点东西啊。我的东西没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拿。安队，你这也太抠门了，都快砍上我妈了。现在还回来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有的时候啊，你以为是你的东西，其实根本就不是。啊，好，稍等。安队，干嘛？关宏健酒店前台有消息了。你好，我是安平。安队你好，我们根据您的要求再次走访了四名关宏健酒店的前员工，其中三人声称案发当晚23点前后在关宏健的办公室见到了他。前台在呢，还亲自帮他把关。那外卖我给你放这儿。那会儿关宏健正在里面修胡子呢。确定吗？反复确认过了，让他发誓说他没有看错，他表示愿意放手。谢谢。不可能啊，对不上，关宏健怎么可能有不在场证明呢？他肯定说谎，带他去测谎。二，四件服装置的指纹结果出来了，从外部提取的几枚指纹经过比对，分别属于关欣欣、胡四和杨明。他们几个人都接触过四件服，那内部呢？装置的内部非常干净，但是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小部件，组装它的难度很高。推测当初安装它的人摘掉了手套，所以留下了唯一一枚指纹。哎，别卖关子，快告诉我们是不是关宏健？是廖凤琴的。猫盆是金属做的，会反光，反光的地方肉眼看不清楚，所以我做了技术处理。家的钥匙，摸清了他家的布局，在监控的盲区把猫吸引过来，然后把猫扔向监控的方向，造成是猫将监控碰到的假象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猫盆的反光拍到了这一切。真的会是他吗？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手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廖凤琴是几起谋杀案的凶手，她因为得了癌症，又由于与关宏健的矛盾，所以嫁祸关宏健，再加上她给自己买的保险，想制造意外给杨明留下一笔钱。那其他人呢？他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啊？关敬堂不打算给他一分钱，可是却没少给董小慧和张丽梅，他为自己感到不值。情杀？这女人太可怕了。如果关宏健真的是无辜的话，那关欣欣和常顺这两个人的嫌疑呢？眼熟吗？要不要说点什么？我的故事，你愿意听吗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就失踪了。我爸跟我们说，他是跟别的男人跑了。
不要我们了。我和我哥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螃蟹，每次我们俩一过生日，我妈就会给我们煮满满一大锅的肉蟹煲，她还说只要我们俩爱吃，她就给我们做一辈子螃蟹，每一次生日都不会错过。我妈失踪那天刚好是我哥的生日，他提前准备了很多的螃蟹，他怎么可能会突然间不要我们？所以我不相信，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。过了几年，我爸为了娶廖凤琴，向法院提出申请，宣告我妈死亡，这更加坚定了我要离开这个家的决心。我还是更想知道关于他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？我在听到里面的内容之后，先是又气又恨，然后突然背后一凉。我想到做这一切的可能是我哥，会不会是他早就知道了真相？你后来当面跟他确认过吗？问过，他否认了，而且他有很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如果不是我哥，那会是谁杀的他们？根据这盘磁带的内容，那个时候参与杀害我妈的人已经死了两个，下一个应该就是张丽梅了。我想知道到底是谁杀的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当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于是我在张丽梅的病房外装了摄像头。至于为什么要把磁带藏起来，主要是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，尤其是我哥，我担心他会受不了。那沙发凳呢？沙发凳是怎么回事？也是在录音带之后，我私下里去调查，有一次我回到那里，发现那个凳子比之前沉了很多，我就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。我偷偷跑回去把它换了出来，我把旧的沙发凳放在车上，我想带回去去弄清楚这个沙发凳到底有什么玄机。结果文大小姐，杨明把我的车和沙发凳一起都抢走了，而且他还拿这个要挟我让我给他赎金，这更加加深了我的怀疑。于是我假装跟他做交易，也是想搞清楚这个沙发凳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后面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。这个上面有你的指纹，所以你也是听过的，但你还是选择陪在关星星身边，为什么？我是想找到证据，证明他跟我妈的死有没有关系。或许你更想证明的是他与你母亲的死没有关系吧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母亲的死与关星星没有关系。有动机，有视频，有指纹，没有不在场证明。根据廖凤琴行为轨迹的时间线，我试着梳理推测一下。不久之前，廖凤琴无意间撞破了董小慧和关敬堂的私会，经过调查发现了关敬堂更多的秘密，他一时无法接受，反正自己时日无多，于是起了杀心，开启了庞大的复仇计划。4月23日晚，廖凤琴身穿红
5月20日凌晨，廖凤琴远程操控张丽梅病房空调调低温度。促使张丽梅苏醒，同时事先涂在墙上的变色涂料显现红花图案。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红花图案到底和张丽梅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张丽梅一定对这个图案有着极大的，所以看到红花图案之后，张丽梅心脏病发作导致死亡。红剑，你回来一趟吧。最后是5月25日，廖凤琴烧炭自杀，她事先以商量遗产分割为借口，让关红剑过去。关红剑离开之后，他又把换了安眠药的药瓶放在床头，制造疑点，误导警方，嫁祸关红剑。安顿，证据链充分，你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？按理说，该有一份凶手的认罪供词。对啊，但是廖凤琴他已经死了呀。是啊，他死了，都死了。可他有什么理由要在案发现场留下一个红花图案呢？这些人都放走了，就剩下个杨明怎么办？杨明又闹了，就没消停过。自从他弄明白了关敬堂和张丽梅的死跟他没有直接关系以后，这腰板就硬起来了，这天天嚷嚷着说要找律师告我们呢。廖凤琴的事儿跟他说了吗？妈，妈，这是我这些年卖画攒的一些钱，不多，你先拿去周转。我不要你的钱。收下，还有那300万，等案子结了你也都拿去。不行，家里所有财产都有你一半。哥，听我的，这个世界上我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。
你一定得撑住，不能倒下。以前是我不好，也不配做你哥。也不是，是我以前不懂你，我现在明白了。你有你的苦衷，你这么做也是为了守住妈妈的这个家。是我太自私了，我说走就走，我留下来你一个人独自面对的。这些年你一定过得很委屈，你一定比我还煎熬。哥，磁带的事儿我没有告诉你，我是怕你太冲动做傻事。都过去了，害过妈的人都得到了报应。那哥休息吧。哥。哦，进来。刘晶晶找我。哦，这是安平从局里调出来的监控视频，你看看。这是什么行为？你能解释一下吗？我承认，我拿走的这袋东西确实是安队的。哦，那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那您问问安队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两只烧鸡。前两天你不是说想吃烧鸡吗？我专程给你买来了。哎，可是你连招呼都不给我打，直接拿走，这么干不合适吧？你好歹给我留一只吧。不就两只烧鸡吗？我这就去给你拿回来。我可一口都没吃啊，原封不动还给你，小气鬼。刘局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还真是烧鸡啊。怎么样，没少吧？要比对指纹吗？嘿嘿，他不也挺爽快的吗？不对劲。方月，哎，安队呢？一个人在会议室，不知道想什么心事呢。这次真的跟往常不一样，这案子都快结了，还没走出来呢。哎，是啊，忙了这么久，总算可以喘口气了。我们是不是照老规矩，该出去吃顿好的庆祝一下？还有陈虎的案子没结呢。哎，这是个单独的案子，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陈虎跟这几个案子有关联。陈虎的案子我一直在跟，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，他是万兴殡仪馆的一家小领导，行业内名声很差，跟不少人都有过节。推测他的死八成跟这些事有关，我已经跟万兴警方那边建立了联系。安顿，结案报告快整理好了，还差几份笔录，你要不要先看一下？不需要，你直接交给刘局吧。大家想明天晚上吃顿好的庆祝一下，我来安排吧。也不需要，我来安排。
王松，嗯，陪我去审一下胡四。早上刘局已经把胡四转走了。啊？啊。哎，我好奇问一下，如果晚上由你安排，你会请大家吃什么呀？你想吃什么呀？欣姐，嗯，这次是真的要走啊？嗯，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挺好的。顺子，来，刚画的，送给你。画的什么？没什么，留个纪念。欣姐，我能抱你一下吗？行了，走吧。这家店你们经常来吗？那得看我们破的案子多不多了。自打我跟着安队呢，我们只要一破烂，咱们就会来这儿一起搓一顿。哎，安队，你什么时候知道这家店的？从我干刑警那年吧。那时间可不短了。哟，嗯，今天又过来了。你今天来了位新面孔啊？我新来的同事。哦，来，你们的肉串，还有两盘凉菜。送的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不客气啊，老顾客了，哎，快吃快吃。哎，美女，我们这家店啊，在附近可算是老字号了，我从我爸那接过手啊，30多年了。哦，那么久啊？可不是嘛。哎，你看，李东东，哎，05年的时候啊，都还没那么火呢，还只是个驻唱歌手，在附近的小酒吧呀，演完出过后就穿着红红绿绿来我们店里吃东西了。还好当时我有眼光，把他抓了过来，合了张影。你看现在人家多火呀！老板，那哪是红红绿绿，明明是黄黄绿绿的嘛。哎，不是的，我记得他当时穿的外套就是红色的，只是这张照片啊，时间久了，褪色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继续上菜吧。谢谢。嗯，你们有事的说吧。就是红色的。只是这张照片啊，时间久了，褪色了。他没死吗？嗯，谁没死啊？不是黄色的，本来就是一条红色的裙子，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。一样的颜色，一样的款式。关鸿渐和关欣欣的母亲李淑华，这些年一直处于失踪状态，是生是死，没有人知道。会不会案发现场的红衣女人就是她？安队，你们看这个，当地民警几个小时之前传过来的。他这是要跳河呀！时间是案发第二天凌晨的4点多，那这么一来，他就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了。案发当天，你去外地参加了个钓鱼研讨会，期间你有离开过吗？离开过。睡不着觉，就去河边散了散心。那廖凤琴之所以一直隐瞒这件事，很可能是因为她早就为癌症晚期动过自杀的念头。但她为什么最初不和我们交代呢？可能有别的原因吧。两条线索结合起来看，如果那个红衣女子真的是李淑华的话，那关欣欣的做法就解释得通了。她是为了包庇自己的母亲，在磁悬浮装置上，廖凤琴的指纹很可能也是关大顺妹想办法印上去的。
还没睡呢。